看看新闻网。日前，久未露面的姚迪被拍到和闺蜜马苏一起吃饭谈心。当天，姚迪看上去气色不错，心情也很开朗。两人在餐厅二楼一处临窗位置坐下，进餐时突然有神秘人托服务员送上一束粉丝玫瑰。此浪漫之举令姚迪心情大好，难道姚迪又有新桃花了？行了，在线综合报道。